OK 出招无上限，老板反制神出招。你还没有买单啊？他就说有个男的来跟我买单啊。老板娘就过来了，你有看到上面吗？我们最新装的一个监视器。那个客人就我喝醉了。吃到快完的时候呢，把服务生叫过来大骂一顿，竟然都没有跟我说这个辣椒粉这么辣，你要我怎么去付这个台湾的钱？老板默默把那个辣椒瓶打开，就传出声音啦啦啦啦。今天晚间九点，东森超市33频道，妈妈好神之俗女家务事。